屁怎么加入视频。以 Office 2010为例，首先新建一篇 PPT， 点击菜单栏中的插入，找到媒体，点击视频，在弹出对话框中点击选择需要插入的视频，点击插入，调整视频框大小，点击菜单栏中的播放，找到视频选项，点击开始右的三角形，在弹出的下拉框中选择单击时就完成了。